Hello， 大家好，现在是12:45，我们来看看阿玛达。阿玛达之前有分享过，那时候就是说他这边这个是颈线，他这个是一个W 底的形态，他跳上去之后，那时候讲他会回来嘛，那时候说的是说如果他回来的时候它能够在颈线里之前弹上去啊，弹上去，这个呢就是一个买入讯号呀。像今天呢，老师讲它就很可怜，它颈线呢就跌破了，跌破颈线啊，也就是跌破这个筹码峰，跌破这个形态的颈线啊。这个当然之前讲的弹回去就没有发生呀，跌下来。是讲对了，弹回去就没有发生，要没有发生的话当然就不要做任何的动作，不要去操作呀。而且他今天早上的时候是跌破这个20天的均线，跌破筹码峰，跌破这个颈线，这个老实讲真的是不要随便去接到，因为我们不知道他会在哪里止跌。我猜呢他可能会在这个筹码峰的底部呢，这个 low range 这个 high 啊，这边底部这边有小小的支撑顶住，它现在就是在这边顶住嘛，顶不顶得住我不知道，我可以做东西就继续观察，看一下它会不会真的是跌破呢？如果真的是出现一个红色的蜡烛，明天啊，这个真的是太差了，形态就太差了，太差，这个就不行。OK， 如果它在3天里面。第2天又站回去这个颈线，3天里面啊，又站回去啊，这个呢就是一个买入讯号，就是之前讲的，它回撤又开始在，又是有效了，所以现在跌破20天，跌破这个颈线是看就好了啊，不要做任何动作，我们要等的就是等确认讯号，看一下它是出明天是出红色呢。还是出现青色蜡烛 ，OK， 观察就好了。青色蜡烛可能就是机会，红色蜡烛就暂时忘记它。OK， 这个就是我的个人分享，并没有任何买卖建议。如果你喜欢的话，就帮我 share， 帮我 like。如果觉得有用，也是可以请我喝杯咖啡，join member 就可以了。谢谢大家。